而家其实同我参加比赛之前的工作量都是差不多的，即系都是东张啊、外回家同埋二空感应，三系啊，有都有二空感应，但系就唔多嘅 ，OK， 仲 handle 到。嗯，系多啲啊嘛，系咯，越多越好啦，我 OK 啊，我可以系 Angel。和 Angel 就最好了，冇教好瞓嘅喎。哦，我唔紧要。瞓觉呢样嘢系唔重要嘅，呢样嘢喺车度都瞓得着嘅。同埋我发现我自己好奇怪喎，我瞓八个钟咧系会有啲头痛。系。我最好嘅瞓觉时间系瞓六个半钟咯。最适合工作噶。系啊，六个半钟就啱啱好可以做嘢，八个钟就会头痛。